位女孩的故事，你听我说。一个人的时候也会常常发愁，从不低头，藏在坚强背后，像刺猬一样收起了所有温柔，只是想保护自己，远离成长的节奏。女孩她悄悄地走，渴望遇到个星球，那里有她的朋友，每天都喋喋不休，游戏水长流和几片白云悠悠，快乐天长地久，要什么功成名就。我今年刚好18，不想要交新朋友，我的脾气有点怪，对人说话有点凶，你不知道吧，其实我也会害羞，你经过我的书桌时候悄悄抬头。嘿，吴景浩。夏天的同学走过操场，跳着笑着唱着歌，午后的阳光要配奶茶喝养乐多，化学作业早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有了你以后梦到的世界都是彩色的。手术了，病历需要您签字。吴医生，2号床和6号床坚持让您主刀，时间能排得开吗？全部约在下周四。好。不行，吴医生，下周四医药创新交流会，举办方只能让您参加。就是下周四。好。可是医院里的活动，你总得参加一下。与看病无关的事情，一概不去。你们放开我！怎么了？别碰我！谁让你们动我闲事儿？谁让你们救我的？怎么了？放开！踩着板凳没站稳，摔下来把脚扭了，头磕地上了，头晕，情绪不稳定，呼吸和脉搏是正常的。年纪轻轻就这么想拍？你说什么呢？这么想博取关注啊？你们家住在几楼啊？3楼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从上面跳下来会有什么后果吗？你的腿会摔断，肋骨跟腿骨会错位，插进你的胸腔和腹腔，你会感受到无与伦比的痛苦。不过还好。你是从椅子上摔下来的，疼！以后没有想过后果的事情就不要做了。带他去拍 X 光。你这个大叔怎么这么奇怪？我要转院！救命啊！我要转院！我要转院！我说了，我不去。我都跟金总的侄女说好了，又不是什么妖魔鬼怪，你去见一下能怎样啊？姐，你能不能不要随随便便的给我安排相亲？我这么忙，哪有时间找女朋友啊？哦，你想那个什么韩非，你就有时间了。你提他干嘛？他是谁啊？我说什么，你心里清楚。张帆说你一喝醉酒就没完没了的提起他，不是吗？你不要整天说这乱七八糟的了，我还要忙呢，挂了。哎，我话都没说完呢，什么人呢？你干嘛？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人，这么好的营养品给你也是浪费了。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，我只是不想在那个家里待着。我正要给你呢。我要投诉你。喝点牛奶吧，给自己点勇敢面对现实的勇气。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不投诉你。投诉箱在走廊的尽头，但现在你的情况肯定过不去，所以在上话之前还是乖乖的躺着吧。你等着。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有一个可以报复的对象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，因为不管怎么样
都比死要来得轻松一点。谁说的？一个跟你一样浑身带刺的女孩。第一次遇见那个刺猬女孩是在我18岁的时候。我叫韩飞，不喜欢跟人说话，最好别惹我，不然的话。我打人很疼的。韩飞，那个你座位在那边，你过去坐就好了。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就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人。其实，我以前也不是一个普通人。作为班长，当同学们寻求帮助时，我都是有求必应。学习是一件苦差事，需要有充足的体力。为了学习，我常常利用课余时间不停地锻炼自己，跟时间赛跑。我认为利用下课时间帮助同学们跑一趟小卖部，买点他们喜欢吃的东西，既能促进同学间的情谊，又能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，是个非常睿智的选择。而学习的秘诀就是每天自省己身，不断地复习再复习。我还是一个十分乐于助人的人，经常救济一些有缺陷的同学，包括心理上和生理上。学习之余，同学们还会给我做一些免费按摩，通过拳头对身体各部位的刺激，都让我的身体更加放松。再也忍受不了了，这个单细胞生物占据主导的社会，他们只能以欺负弱者得到心理满足，享受蔑视生命的快感。这种原始生物竟然存在于这个提倡和谐、友爱、平等的现代社会里，所以，就这样。请不要给我准备葬礼。是啊。也不要给我写墓志铭。墓志铭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天使，应该就是他这个样子。请把我的骨灰撒在我深爱的土地上，我珍贵的 CD、书籍都捐给相关的慈善机构，我的器官捐给有需要的人，我的遗体捐给相关的医学研究机构，让我身体的各个部位在这个灵魂消失之后，仍可以为我挚爱的土地做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。你别读了，给我！哎呦！你知道你从这儿跳下去的后果是什么？你的腿会摔断，而且你的腿骨和肋骨很可能会错位，插进你的胸腔和腹腔。你会体会到一种无与伦比的痛苦。不过还好，你不过是从椅子上掉下来了。
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吗？比如说火锅、奶茶、小龙虾。我只要一想到这些东西，我就觉得我肯定还能多活几天。不过呢，看你这个样子，应该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了。你小视频都清理干净了吧？起码得格式化一下吧。还有那些杂志啊，有藏的滴水不漏吗？还放在床底下没收拾呢吧？喝点牛奶，给自己找一个勇敢活下去的理由。二货，词语否极泰来，意思是坏运气到头了，好运就会来。我觉得我的生活也会这样。然而，现实生活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糕，还不如让我那天死了算了。视频杂志都清理干净了吗？是。看来是都清理干净了。别遮了，都看见了。胆子真的很小哎。打架是不对的行为，同学之间不该打架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纠结要不要打架？比起做这种幼稚的事情，给他一拳不是更好吗？有个可以报复的对象，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，至少比死要轻松。二货，你以为我不想好好活着吗？我也不想这样。你什么都不懂，就不要装着自己什么都很明白。我将来也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我也不想每天花3分钟买什么面包。你知道那个面包有多少人买吗？我这拼命的挤进小卖部，迟到3分钟就是一顿毒打。吃那么多面包，长那么高，长那么多，打起来那么疼。我脸上有伤遮不住的时候，我妈问我怎么了，我还得每天编一大堆的理由去骗她。我怕我妈担心，每天装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根本没有人懂我。你又算什么人，在这里说这种屁话？是吧？算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情突然变好了。今天我会让他比你更丢脸。啊！马俊涛，有。新来的妹子都被我眼神迷住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把眼睛闭上。不好吧？闭眼。那天，这个刺猬女孩让我知道，
现实生活其实没那么糟糕。时间给的慷慨，愿望给的青睐，能让一切重来。这一次每天早上见到他都希望时间静止，为了更重要的存在。早啊，傻子。这一次不想再错过了，本来想要谢谢他，可最后却没有把礼物给他，反而是韩威，咱班长怕你热，给你弄点水凉快凉快啊。那一天之后，韩飞就再也没来上学。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，是在一个下雨天。韩飞，吴景浩，你可以送我去医院吗？医院？我生病了。不是我，我没事。同学，你要是去医院的话，考试肯定来不及了。对啊，有什么事儿考完试再说啊。你走吧。不是，不可。别管我，十万块钱。韩飞，三天后，周一的早晨，事情就在学校传开了。哎，重大消息啊！我刚从教务处听来的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韩飞死了。是吧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我刚才看见老师都哭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谁说的？哎，谁说的？刚才路过教务处，听见老师说的。韩飞，这个名字在我的生命里只存在了短短一个学期，还说让我活下去，自己却……对不起。而我，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，仿佛从来没有韩飞这个人存在过。我压根就没有想过他好吧，最多就是心里内疚。就算偶尔想起他，也是为了提醒我自己，每做一个决定都要慎重，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就能让一个人给没了。医生觉悟就是高，但是韩飞对于你来说就是永恒的存在。原本嘛，人的感情就是越短暂越强烈，就跟火花一样，啪的一下被点燃之后，那可能就一辈子都忘不了了。你怎么那么矫情啊？不过确实也是。不过非要说起来，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你是有责任的。没错，高中那段窝囊岁月，全都是因为这个臭小子。我找死了！把作业借我抄抄呗。
不会写就空着呗。你就这么见死不救？有你这样的朋友吗？那个瞬间，我脑中只有一个想法：我怎么就写出这么厚的一本笔记本？谁啊？为什么偏偏砸中的又是班里最不好惹的马俊涛？景浩，拿着吧。别，你别这样啊！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，可是要让马疯子知道咱们俩关系好，他也会打我的。但是我的心还是跟你在一起的。别离什么近，会被人看见的。咱们现在就先别联系了。景浩，对不起哦。所以啊，我现在这不是才天天陪你喝酒，伺候着你吗？来，张嘴。而且除了我，谁能跟你家河东师姐一起生活呀？是不是？没错，这家伙跟我姐姐结婚了。同学聚会，大家都希望您来，来不来？干嘛？干嘛呀？韩飞不在了，这同学聚会你都不去了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连长什么样我都忘了，你不要再提他了。行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哎呀，韩飞啊，就像这个小龙虾呀，总是张牙舞爪的。但是最美的也是他，你知道吗？这十年来，我就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他一样的，浑身散发着光芒，像天使一样的人。他当时每天就那么在车站靠着站牌，把头发夹在耳朵后边，塞着耳机。你说他每天都听些什么音乐啊？什么音乐那么好听？真不是我说的，你真没必要对那种女孩念念不忘，他不值得。说什么呢？你们这人厉害死了啊！都几十岁的人了，还非得我来接，家就在门口，你们是腿折了吧？不生气，不生气，宝宝，宝宝坐坐。哎，吴景浩，你等会坐下。吴景浩，你知不知道你没去，我今天都快被金总骂成狗了。我不想去，姐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哪次去过了呀？哎，行了，宝宝，不生气，来吃个小龙虾。不吃。不要以为这个龙虾我就能消气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要跟这个蠢货一起喝酒。你看这一喝还了得？哎，我有个问题问你们，蠢货跟二货有什么区别？没区别。不，有区别。蠢货是骂人的意思，有点严肃。二货呢？您不觉得有点可爱吗？别理他，疯了。没有，我说真的呢，二货是昵称。你要说一个人他是蠢货吧，你是真的特别讨厌这个人，你才说他是蠢货。那谁，马俊涛，他就是个大蠢货，非要让我扔那个水球，我不扔，他就扔。他长那么壮，他扔那水球下去肯定砸人特别疼。我这是为了他着想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啊。还有那次。模拟考试，我碰见他在拦车，我就说那你跟我一块儿去考试呗，他拒绝了。最后他那么给死了。景浩啊，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十年了，咱别难为自己行吗？他的死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不要再自责了。而且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女人，你
你打工这样颓废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有劲吗你？呀，不行！如果他这样打一辈子光棍，我这个当姐姐的我是要负责任的，你明白吗？那这你可想多了。你看他这张脸，哎，这么一表人才，又这么年少有为，那追他的姑娘本身就一卡车一卡车。而且咱这话说回来啊，就现在这单身男人，你别提有多快乐了。单身男人快活是吧？你是没本事，你不行，所以你才跟我在一起，对吗？所以委屈死你了，对吗？当初要不是你撩我，我也是个快活的单身女人。你要这么说，那咱俩得掰扯掰扯了。哎，你这画室吧，学校吧，你这三番五次对我明示暗指，这不叫欲擒故纵？张凡，我真是发现了，你只要一喝醉就开始吹牛，是不是？你有什么可撩你啊？我都冤枉死了。景浩，你别走。哎，你等，你慢点。你说我们俩到底是谁先撩谁？哎，对，小舅子，你得给我做主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们俩太吵了。我们俩怎么在一块儿了啊？吴景浩，你是不是我弟弟啊？你啊，你劝分不劝和啊？又不跟着你啊？我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弟弟？去，别去！我对你欲擒故纵，我真的，他当着弟弟。不好意思，我们马上关门了。我就坐一会儿。看你这儿是不是歇业呀？年纪大了，准备回去养老了。这是好事儿，恭喜。好什么好呀？连个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。一起喝一杯吧。这人啊，往往都是失去以后才知道珍惜。等你想明白了以后，这珍惜的通常都已经失去了。那个时候啊，我是真忙呀。18年一起生活，可女儿大了，怎么就会跟自己不亲了呢？停电了，我去看一下。振作一点，我该怎么办？若可以在少年遇见那个他，我无处安放的心。为什么身边一个人也没有？救救我。那次转身却没停下。您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知名歌手白振宇在10年前创作的《最想说的话》。听着这首歌，有没有想要回到10年前呢？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回到某人身边，想回到某一段特别的过去？收音机前的你呢？我想，即使回去后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呢？只要能回去，怎么样都无所谓。
让思绪和人群的背影重合成为回忆，教室的桌椅留下了数不清哭与笑的印记，又刻着多少秘密。我看着镜子里像孤独的合影，空未清晰，长高了几厘米，是成长的把戏，掩盖失去。海边，想回到昨日的操场，想回到高原的那扇窗，剧本像坠落在身旁，还遮羞的阳光。韩飞，是不是用了我九花棒？用了我九花棒，你就得付钱呀！姐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啊？亲人之间也要明算账。你用了我九花棒，你要想赖账是吧？姐，你大早上来我家干嘛呀？什么你家？哎，这什么时候成你家了？这是我们家，我们家。你干嘛？哎。你打玻尿酸了？什么酸？我看你是欠揍啊你！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我拿走了，佣金三二十。高中生用这么多钱干嘛？不安全，我替你保管啦。可惜独自的一直在闪烁，那是你，那是我仰望的夜空。多久以前的我，一转眼怎么早已过。也哭过也笑过就已经足够，相信有一天你也会认同。如果还在回忆漩涡，就让我们在那时重逢。想到最勇敢的是那年奋不顾身拥抱，想到最幸福的是那年夏天。